黑五真的很划算吗？黑五已经过去，商家们动不动就七折、五折、三折、折上折，错过一次就觉得自己错过了好几个亿，相信街友们也少不了一番剁手。但是一夜之间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街友们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查看订单的时候，有没有情不自禁地发出灵魂质问，黑五真的很划算吗？黑五给消费者的印象就是便宜到你不敢想象，但是黑色星期五真的便宜吗？那可不一定，最近英国消费者权益组织 Which 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，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对2020年黑五期间销售的35种最受欢迎产品的价格进行追踪，发现在黑五期间所购商品中，10件里就有6件并不比平时便宜，甚至价格还高出了那么一丢丢。比如原价 599.99 英镑的一款商品，在黑五打折期间的标价为 494.99 英镑，但根据调查发现，这款商品在全年内就有113天，只要 449.99 英镑，嗨，这折打得让人心寒。这样的调查结果会让购物者在本星期五的大日子里感到沮丧。虽然黑色星期五可以提供一些优惠，但不是所有的报价都是一年中最低的。消费者很容易被当天的炒作和兴奋冲昏头脑，所以小欧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些准备和研究，规划一份购物清单，提前几个月研究好商品价格，以帮助你在黑五的时候买到一份真正实惠的商品。新冠新变种来袭，南非医学界25日正式确认发现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 B.1.1.529。该变种首先于11月11日在博茨瓦纳检出，世界卫生组织在未来几天可能用希腊文为其命名。这种 B.1.1.529 变异新冠病毒仅在刺突蛋白方面就存在不少于32项突变，很可能降低新冠疫苗的有效性。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病毒学家汤姆皮克克 Tom Peacock 认为，关于这一新变种的侧写真的很可怕，法国专家担心它可能很快传到法国。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引发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之后， B.1.1.529 会引起第六波疫情吗？这还言之尚早，但南非刚刚发现的这一新变种引起关注，其多种特性显示可能降低疫苗的有效性。法国巴斯的研究所病毒进化基因组学部门负责人艾迪安·西蒙·洛里埃 Etienne Simon Laurier 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介绍说，该变种的其中一些突变与免疫逃避及对疫苗的耐药性有关，但现在无法预测它们的真正影响，例如是否像阿尔法和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那样更具传染性，要了解更多信息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到目前为止，法国还没有检出 B.1.1.529 感染病例。艾迪安·西蒙·洛里埃谈到，我们把它列入名单是为了进行监测，它可能不会立即传到法国，因为南非是一个英语国家，我们和它没有太多联系，但它可以很快到来。法铁，明年长途线路火车票不涨价。法国铁路公司 SNCF 日前宣布，明年长途线路的火车票价将不会上涨。法铁客运部门 SNCF Voyageurs 负责人法尼歇 Christophe Fanichet 接受 France Info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，2022年 SNCF 长途线路 Grand Line 的列车票价将不会提高，至于地区列车 Tour 的票价则由各大区制定。法尼歇提到，其实从去年到今年 SNCF 票价也没有涨，甚至可以说是降了价，他所指的是今年 SNCF 推出了全新的优惠卡 Avantage， 取代了以前零零种种的打折卡，简化了价格表，提高了票价透明度。Avantage 优惠卡统一价为49欧元，年持卡者可享受封顶价格，只要还有位置，即使在发车前最后一分钟才买票，也无需担心涨价。法尼歇表示，新优惠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现在每天能售出8000张，是去年同期的两倍，约300万法国人办理了优惠卡。另外，法尼歇称，今年230万法国人已为圣诞假期预订了火车票，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了15%。半数法国人反对加强证与健康证挂钩。法国费加罗报委托 Adoxa Backbone 调查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，法国人普遍支持采取新措施抗击疫情，但重启宵禁和封锁仍遭到广泛反对。具体来说，最受欢迎的抗疫措施是扩大使用远程办公，支持率高达84%，紧随其后的是在公共场所重新强制佩戴口罩，支持率达73%。加强对健康通行证的检查，支持率达68%，在大量人群聚集的场所收紧量规限制，支持率为65%。此外，72%的法国人支持面向所有成年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，
53%的法国人支持尽快允许接种加强针，但关于不接种加强针就取消健康通行证这一点，法国人存在强烈的意见分歧，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占50%和49%。另一方面，72%反对恢复宵禁措施，80%反对重启封锁。目前，这两项措施被政府排除，但不能确保在疫情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改变决定。民调还显示，74%的法国人担心，目前在比利时、荷兰、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以及法国海外领土瓜德罗普 （Guadeloupe）、马提尼克 （Martinique） 发生的反疫情限制暴力事件传入法国本土，并蔓延全国。